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到了好几个月一度的回复评论时刻，这次又是哪几个有趣的评论被我选中了呢？首先先感谢一下这位粉丝的投稿，就是之前压岁钱的那个话题被我选用啦。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之前问我是男是女，之后又问我豆包包你有孩子吗？很抱歉没有，我自己现在还是一个237个月的孩子。第三个问题是一个老粉问的，他说你弟弟或者是哥哥帅吗？我觉得不帅。这个问题我们就此略过，看下一个问题。请问你配的音是原声吗？是你自己的声音吗？对，这个就是我自己的原声，可能配音的时候有一点点包袱，没有加速也没有使用任何的变声器之类的。再下一个问题，豆包你会呼吸吗？说实话不许撒谎。这个问题就我就先不回答了，给你们一个想象的空间。豆包姐姐冬天玩泥会动手时候要多穿点，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家是有地暖的，所以说动手是不需要担心的，但是还是万分感谢哟，谢谢。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问过我的，这个可以搬运视频吗？其实我本人是不允许搬运的，因为之前就出过他们搬运我的视频并说是我自己的这种情况，所以我就不太喜欢别人搬运。如果真的很喜欢泥的话，其实可以自己创作哦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